另外，三角场的成品车长期伫咧台十六线行驶，车辆产生的声音甲空气污染等问题，影响到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，也引起近三居民的不满。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台南县长林明杰今仔日早起特别前往集集镇，来会勘六股甲集集段溪城运输便桥以及金岛改善工程，希望未来山脚车会当行便桥来改善交通甲居民的生活品质。山脚车便道来来去去算袂清的山脚车。为了要进行疏浚，一天到暗行驶伫露水溪床面顶。不过载温沙石的过程中，大量的土粉啊、甲声响是成为沿路传递居民的噩梦。那以前的方案跟现在的方案，啊，现在差一点。其实乡亲拢真支持沙石啊疏浚的政策，只是无得接受连带造成的污染问题。南投县长林明进知影了后，嘛积极找出解决方案。为了要确实解决问题，今日嘛再次前往会勘。过去拢惊咱的民间露水穿落吼。啊，所以变作啊，村民拢一直在反对吼。啊，所以咱今日来会勘吼，啊，要甲这个，诶，这個、成品车吼嘛，啊，甲要甲对咱的支持吼，诶，支持较早咱的企图厂家行对这个溪底落来，啊，再行对这边头搭建这个便桥啊吼，啊，再对咱的三十座转量道轨啊，都免经过咱的露水川吼。伊迄就是换气啦，换气啊。目前当咧施造长120米、宽大约5米左右的便桥，预计二月份就当完工。到时阵沙石车辆就当行驶便桥通往三明运输道路，以及沙石车专用道，避免行驶第十六线，影响沿线居民的生命安全。因为沙石这行吼，啊造成哦，在时啊噪音哦，啊个空气污染啊，即摆即条便桥嘛在做啊吼，啊一定吼，啊这个二月底就该做完成。哦啊，阿个吼，咱的原成品村嘛，拢行对正怪哦啊，咱的罗志川啊，都啊，包括咱的台十六线哦，这车辆都做一挂改善哦。附近居民嘛表示，沙石啊疏浚是重要的防灾工课，大家绝对支持甲认同。只是当年以来，因为载运沙石啊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困扰，希望这摆便桥施作了后，会当确实来解决问题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